我是李直，来自大连。就读长沙民政的那几年，我们一共拿了3次全国冠军。三分出手，漂亮！不愧是李队。但很多人认识我是通过路人王奔袭的校园型比赛。从城市赛到月赛，都是利用我最擅长的三分来击败对手。虽然它是我最擅长的得分方式，但我想变得更加全面。在学校训练期间，很少出长沙。如果想提高自己，还是需要和其他更高水平的球员进行交流。我是路人王王晶。加德乐，补充流汗所失，水分、电解质、能量，让你的每滴汗都不白流。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路人王2020新赛季城市赛南京站的比赛，我是主播江江。大家好，我是娥皇。那么今天江江和娥皇是在亮了网给大家带来直播。加德乐快速补充流汗所失，让你的每滴汗都不白流。大家现在可以打开手机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面的这个二维码，打球利器加德乐，来天猫超市3.3元最低价就可以入手了。哎，是的，这个再次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加德乐对我们比赛的大力支持啊。那么今天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是为各位观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礼物，是由加德乐为大家带来的定制的水壶和毛巾。今天在决赛之前，我们会有一个福利环节，将会有加德乐的福利题给大家放送，最先答对的那位朋友呢，就可以获得我们加德乐的这个定制款的毛巾和水壶了。也是希望大家在看比赛同时，也能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啊。今天也是转眼间来到了这个本赛季第一个路人王季度的倒数第三场比赛，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季度积分榜的这个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积分榜的一个情况。那么首先第一名是李瑞啊，依旧是李瑞拿到了90000多的奖金，积分已经拿到了128个积分。第二名是唐日辉，拿到了101个积分。第三名宋刘轩拿到了78个积分。第四名刘洋杰拿到了64个积分。5到8名分别是白金、王金、李宝星和陈泽文。对，大家看到这个是前8名的一个排名，来看一下9到16名，他们分别是郭林川、张天翼、柯宇辰、张子阳、徐伟明、耿潇齐、周瑞和谭豪文。好，接下来看一下17到24名，他们分别是孟亚东、庄战、周电博、李子豪、李林、徐川奥、谢浩和朴秋润。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我们排名较后的几位基本上是拿到了15个积分。如果我们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下，是要根据我们淘汰赛的净胜分去进行一个排名，所以呢最后一张面板的这个排名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是的，所以说就是15分的这个现在已有
的十五分球员，包括未来几战，如果有一个就是新人球员或者这赛季没有拿过冠军的球员，突然拿了十五分，其实他还是要比较这个淘汰赛净胜分去，是的，看一下你是否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季度的这个锦标赛。所以呢，大家是都还有机会。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近比赛的一个赛程的情况。首先，北京站会在8月24号举行，上海站会在8月25号举行，这都是两个大站。敬请期待的是8月30号和9月5号会有两个大赛放送给大家。具体是什么样的比赛呢？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关注我们赛后的论坛。8月14号到21号，他们的冠军分别是西安站的柯宇辰、沈阳站的刘梦良，东莞站和武汉站都是唐日辉的冠军，这也是唐日辉拿到了路人王九冠王的称号。是的，这个唐日辉最近状态特别好啊！你看我们签约球员，从这个赛季初的宋刘轩，状态特别好，到后面白鲸连续夺冠，再到现在唐日辉啊，也是本赛季拿了5个冠军了，状态都非常不错啊。没错，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场比赛啊，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分组的情况。为大家说一下南京站有哪一些球员会到我们的舞台上来。首先 A 组是薛宇坤，然后沈卓以及陈明伟。是的。 B 组是马克、刘海文和马克、曹野和李阳，应该是一位补位球员。对，补位刘海文这个位置叫做曹野。然后看一下下一组， C 组是邵帅、高松和徐晨姿。D 组是龚志祥、王卢杰以及补位球员黄涛。对，来看一下一组是补位球员胡月海，今天没来弃权了，来的是李方圆，补位上的杨子维和涂家豪。 F 组是韩曙光、陈干和这个霍如新，补位球员霍如新。霍如新补位球员然后 G 组是有陈诚健，这边梅斌也是一位补位球员，还有蒋涛，H 组是这个宋刘轩，然后张伟以及刘建群。其实今天是有4位的这个补位球员啊。是的，我们也是比较期待一下补位球员今天的一个表现会是什么样子的。是的。好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完了南京站的一个分组的名单，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南京站有哪一些焦点球员以及他的一个夺冠热门。是的，我们看一下。是的，首先第一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马克终于复出了，终于复出了，时隔一年多，其实5月份那次季前赛他只上去进攻第一个球直接受伤了，所以说其实他是比较可惜，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他本赛季首秀。没错了，那马克身高187，体重93公斤，路人王的14冠王，体能怪。那么还有一位就是韩曙光了，韩曙光身高179，体重74公斤，已经拿到了5个积分，千金一刻拿到了1000元的奖金，路人王的5冠王。还有我们武汉直升机的这个称号依旧是非常的响亮啊。我们看一下下两位看一下下两位。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焦点球员薛宇坤，他是身高183，体重80公斤，路人王南京站的冠军球员，以及陈诚健身高176，体重70公斤，拿到了11个积分啊，他是路人王上海站的亚军，我们之前称他为上体第一步，最快第一步。这是我们今天焦点球员，我们来看一下夺冠热门是谁。夺冠热门会是谁呢？来看一眼啊，就是宋教练宋刘轩，身高183，体重80公斤，今年23岁的他已经拿到了新赛季78个积分以及72800元的奖金，路人王的14冠王，变相狂魔，同时他也是我们的签约球员。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的这个焦点球员和夺冠热门，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期待今天的比赛了，所以让我们赶紧进入到现场，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南京站的小组车轮赛的表现。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啊。加德勒，补充流汗所失，水分、电解质、能量，让你的每滴汗都不白流。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比赛的现场，今天是在这个乐活举办我们南京站的比赛。
同时呢，这一次比赛的一个赞助商是加德乐。加德乐快速补充流汗所湿，让你的每滴汗都不白流。打开手机啊，今天也是在我们回到现场的时候可以看到屏幕二维码，到时候大家扫描一下，上天猫超市打球利器加德乐，我们3.3元最低价今天是可以入手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一次的低价的这个机会啊，也是在我们的比赛过程中大家有这个时间可以去购买的。那么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A 组的球员， A 组是有薛允坤、沈卓以及陈明伟。薛允坤他是鹿人王南京站的冠军，身高183，体重80公斤，今年23岁。沈卓他是今天的新人球员，来自牡丹江师范学院校队的球员，身高179，体重65公斤，今年24岁。小组赛第一轮开启，我们比赛是7分钟时间，谁先打进四颗球谁就可以晋级到下一轮，也就晋级到8强赛。同时如果你是4次犯规达到的话，即可会被淘汰掉。首先薛允坤的进攻，来看一下这边陈明伟的防守啊。陈明伟他是鹿人王南京站的亚军，这边率先打进。薛允坤一上来先是造一个犯规，然后再打进一颗球啊，看一下啊，势头非常的旺。薛允坤其实最早是在这个连云港站拿了亚军，输给李达，后面这个去年在南京站拿冠军，而且还参与过我们的国际邀请赛。是的，而且当时我记得虽然说不被大家看好，但是打国际邀请赛却散发了惊人的这个魅力啊。是的，他当时是替补位啊，因为前面有这个球员弃权。看一下这边薛允坤，这是他赛点的一颗球，感觉稍微有点剧透是吧？对，这边打进啊，非常轻松，零封比赛4-0，非常非常轻松。哎，接下来是我非常期待的马克，终于登场了。马克其实新赛季的时候就参加过一次这个南京站，但是第一轮小组赛，也就是这一场比赛上场的时候就受伤了，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惜的。但是到现在不知道伤势恢复得怎么样，然后状态恢复得怎么样，所以今天还是要看一下他在现场的一个表现，非常非常期待啊。马克看一下，他第一次打这种新的赛事，看一下还是原来打法吗？篮下，哎，好像还是熟悉的味道，好像找回了这个熟悉的配方。曹也是补位球员。那么李阳他是零一大学校队球员，身高180，体重64公斤，今年19岁啊。马克身高187，体重93公斤，今年26岁。哎，好像似乎我感觉马克恢复的，比我想象中要好一些。今天你的压冠好像不是马克，是宋刘轩，是对，因为我之前说就是因为马克很久没有打比赛，一年多没有正式去打一次鹿人王比赛。上一次说是打，其实也没打，上去攻击一个球直接受伤。是的，这一次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年多以来这个膝盖韧带撕裂之后的复出。而且看前面两球的状态啊，非常硬啊。是因为就是马克他这个身体啊，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耿潇奇是就是身体193、120公斤，他跟我说鹿人王唯一一个拿身体打他能打进球就是马克。对，主要是马克的身体强壮，冲击力也强，是吧？这边左手运用的也很好，一个打板命中，3-0，而且没有耗费什么体能。对于马克来说，南京算是他比较熟悉的一个城市。他的这个，他就是从小到大，南京长大，南京人。对，而且他的14个冠军，在南京就已经拿了6个冠军。第一次打比赛，2017年的时候也是在南京打的。哎，这是吹了马克一个进攻犯规吗？这个是刚刚的一个精彩的回放。应该是曹野这一球打进了，是，这边比分来到了3-1。马克的防守啊，不知道曹野面对马克是不是会直接投三分啊？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啊，因为他知道往里打不好打，所以说似乎只能说尝试一下三分。
但是他这个三分投出去的时候自己也感觉不太有谱，他只能这样选择，对，低头笑了一下，对，还是左手、啊、漂亮。其实刚才那个球不吹进攻犯规，马克正常条件下就应该是4-0-0，对、啊、时间也是比较快啊，就是非常轻松，马克啊，今天晋级8强啊。那么我们时间很短的就结束了前两组的比赛、嗯、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的比赛， C 组少帅、高松以及徐承姿。首先是少帅，少帅他是陆人王杭州站的亚军，身高181体重85公斤，今年20岁。这边一个走步为例，对，徐承姿他是什么，是他是就是我上周去南京新兴突围赛的冠军、嗯、哎，小伙子打得挺不错的，而且这个长得也不错啊，是，而且听这个就波波讲，他说是一个非常爱突破突左边且不爱投三分的一位选手、然后他是转身上篮那招特别厉害，那其实在小组赛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反正小组赛大家也不咋投三分。看一下这边高松，防的也还可以啊。高松是淮北师范大学校队主力，身高90，体重75公斤，今年是23岁。嗯，差一点，那、啊、第一次打、嗯、还需要适应一下啊。这高松的背影跟李直有一点点相似之处，是就是背一定要挺得非常直，非常直，不驼背啊。看一下少帅。少帅不着急，他是打球是比较聪明的、嗯、啊，刚说完又硬顶啊，他其实是很会寻求机会的一位球员啊。赢着就上了啊，这边徐承姿、嗯、路人王南京站新兴突围赛的冠军球员，这徐承姿打得不错啊、嗯、马克已经晋级了，进8强了，对、嗯、他的身高也是190，体重80公斤，今年23岁，徐承姿、嗯、漂亮，他的这个突破啊，这个攻框能力，嗯，面框进攻很突出啊。是的，这边已经拿到了两颗球，哎，这洗球洗球洗得不好啊。高松现在防守他的蓝色球衣的是淮北师范大学、嗯。转过来，对，这就是他的绝招，好球！徐承姿啊，走路持球突破，转身右手跳篮啊，马克已经进8强了。那其实对于少帅来说，这一球至关重要啊。是。自己种子球员、嗯，冲击力非常强啊。是，主要是192个人当中选出来的第一名。是，哦，我之前就说这个新兴突围赛的这个突围球员，一般来说是，8强左右的实力，没什么问题，对，就是8强左右实力看分组。是，你如果说徐承姿跟宋刘轩、马克一个组，这个也不好说出不去，就看分组，就正常的就是。分组的话他们是有8强实力的、嗯、啊，这一组的种子球员是少帅，是陆人王杭州站的亚军啊，所以徐承姿在这一组打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是的，然后拿下了这场比赛胜利，晋级8强。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D 组的比赛了，龚志祥他是陆人王杭州新兴突围赛的冠军，身高187，体重80公斤，今年20岁，然后他是新赛季的时候晋江站当时打了一个4强的一个成绩、嗯、那么现在持球的叫做王卢杰，他是前上海师范大学校队的球员，身高185，体重70公斤，今年21岁。这不太像这个校队的这个球员啊，感觉、嗯、啊，这怎么、他写的是、啊、他后面又补了一句、啊、高中在校队、啊、然后大学就大学没说啊，嗯，大学现在是在上海师范大学，是否是校队成员、嗯、待考量。对，感觉这刚才啊，龚志祥也是一个突破能力非常突出的人啊、嗯、刚说完，这边黄涛是今天的一个补位球员啊、嗯、看一下王杰，那当时其实俄皇也是在杭州的这个新兴突围赛上，对这一位球员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吗？你说哪一个？王卢杰讲真啊，这个龚志祥啊，龚志祥是杭州新兴突围赛，他的这个面框进攻非常出色，就是篮下的终结非常非常好，就是很经常能进一些就是高难度的投篮，比如说他突破到篮下几乎接近0度角的时候，他能擦板，嗯，哎，擦板是一绝，角度很刁钻啊，擦板是一绝，你看，哎，刚说完这个不能奶啊，哎呀，这个原本一绝的擦板。对，被我给这个说没了，唯一的一绝是吧、嗯、被我给说没了啊，
但我觉得就是稳扎稳打压下来节奏，谁都进不了球的情况下，这一组很明显还是这个龚志祥出现应该问题不大啊。而且龚志祥好像是现在高考刚结束，结束之后要去山西大 学、嗯、是今天也刚看完这个山大打广工的比赛，为今年这个比赛报一箭之仇、啊、对，为山大有点惋惜、嗯、但是感觉山西大学后继是有人的。对，这是这组一上来感觉打得有点慢啊、嗯、就没有什么激情，这组看着啊，这边补位球员的黄涛是暂时拿下了，给了总部一分。他说擦板我也会，打高板还是很讲精准的。接下来继续是龚志祥的一个进攻球权。龚志祥啊，作为这个即将步入大学生联赛的一位球员，嗯，不过这个一上来第一年其实也不能有太多的这个期待，不是每个人都是成果好、啊、那倒也是。正常第一年其实可能说是从替补甚至说就饮水机板凳坐穿开始、嗯、啊，每个人就是因为还有很多学长在上面啊。对，我觉得就主要是心态你要摆正啊。小红是刚上大学，高考刚结束，就是今年上大学，准备上这个山西大学啊。这个得说得清楚一点啊，就之前因为这个山西大学，山大是山西大学还是山东大学，还记得之前弹幕有好多争议、啊、不用说，就是任何你现在任何板块你再发个帖都会有人争议、嗯、是吧，说个全称、嗯、这边继续黄涛，嗯，差一点儿，可惜啊，出手有点太紧了、嗯、不过说实话龚志祥今天就我们看到现在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嗯、啊。是有人说好小红好像面框地人、啊、有人说龚志祥像李锐是吗、嗯、怎么说啊，有这种还是得慢慢发展吧，187-82公斤就是一个后卫啊。嗯，这是在乐活体育馆，嗯，3-1-0，一个变向，看一下上篮啊，这完全有拉人的这个举动了。对，先给了犯规啊，这球。有人说板凳没得坐，不如做一个野球场的浪子。野球场浪子，你也得大学完了之后嘛，你打不上职业，你做野球场浪子，你18、19岁、20、21、22，你这浪子浪的有点早。你先找找这个机会，这个先去训练训练，把自己提高一下啊。嗯，哎 ，She can bake， 这球是造成犯规啊。这边的话，龚志祥已经是赛点的球啊，就看能不能打进，造成了王都杰的一次犯规。我们要注意，四次犯规就直接会被淘汰。问题不大，我估计。好球。4-1-0。是，今天好像比分都是大比分。你觉得就是每一组就是很明显有一个球员的实力是，比其他两位球员要突出的，对啊，所以说比赛进行的比较快，看起来就是前四组悬念不大，就是但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我们八强比赛会特别精彩啊，就球员都是比较有实力球员。嗯，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期待后面的这个八强赛的对决啊。是的，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四组的小组赛没有进行完。我是觉得下一组胡跃海弃权之后，可能这组出现球员不一定能在八强打得特别好，因为一上来是补位球员嘛，有可能李方圆啊，说不定补位上来一个强者呢。嗯、对，蓝色衣服这个黄、嗯、杨子维，对杨子维。杨子维他是淮阴师范学院校队的球员，身高181，体重75公斤，今年21岁。好球，先命中啊、嗯！是的，刚才没有防下来的黄色衣服涂家豪，也是陆润王第一赛季的总决赛球员。非洲哥，如果看过第一赛季比赛的话，其实对他应该是有一定印象的啊。是的，有点球场扫地僧的意思，就是看起来好像不太会打球，啊，结果能给你秀，也真能打进啊。其实每一次看到这种第一赛季总决赛球员，都能让我感觉，就时间都去哪儿，眼睛一亮。就是其实他们在当时真正。都是路，你说除了
这个李瑞申屠这样的，那其他不都是路人吗？是、啊、其实已经不只是这一站有这种梦回前朝的感觉了。嗯，最近也有慢慢越来越多 SES 二赛季、嗯、那个时候的元老级人物回到我们的赛场，比如说这是烧烤哥，对，烧烤哥进八强，对，嗯，前朝，就一六八的布卡也算前朝。你这个用词总是让我就是极具迷惑性啊，需要给我一点时间去思考。对，毕哥。对，毕哥，哎，这球漂亮球啊！这个节奏啊，包括这个头部的晃动非常不错，主要反应能力很快啊，嗯、反应速度太快了。嗯，李方圆补位球员，嗯，造犯规啊。果然这一局还是比较旗鼓相当的，一杠一杠一。对，第一赛季，外号叫非洲哥，拿过杭州站的季军。嗯，非洲哥身高170，体重70公斤，今年25岁。嗯，漂亮，好球，李方圆，这个补位上场，这是2中1的三分。对，那就是如果他的三分出手准备时间再短一些，会更好。嗯，你看非洲哥直接退一步让你投啊，就不信你能投进。哎，这个连续三次晃动，嗯，你看他漂亮，好球，再次投进啊，补位球员，对、啊、非洲哥的原名叫涂家豪啊，对，涂家豪，但当时都是琥珀 ID， 嗯，啊、这个说名字可能也不太知道，对、啊、马克爱撞墙现在状态怎么样，已经进八强了，今天感觉状态异常的好，嗯，啊，推人在先，这球啊没什么问题啊，继续拿球权，李方圆已经拿到了他的赛点。啊，这组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胡月海不弃权的话，他晋级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是，就是其实晋级的几率也比较大。对，毕竟两冠王的这个实力在这一组还是比较闪耀的，嗯、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嗯，女主播年方14还是15？你就往小了猜。有人问李方圆的裤子是紧身的吗？这个裤子可能就是过短了一点，然后又把上衣扎了进去啊，看起来有点紧，而且他里面好像还穿了一个打底裤。好球，这边的话看一下是有效，有效的，有效的，二加一打进。那么其实这组也是比较轻松，411也比较轻松啊。这接下来是韩曙光那一组了啊，韩曙光要上场了。韩曙光，路人王，五冠王，武汉直升机，身高79，体重74公斤，今年27岁。那么另外一位是，陈干，陈干他是路人王南京站新兴突围赛的突围球员，身高180，体重75公斤，今年23岁。是。还有这个霍如新是一位补位球员。嗯。今天我觉得就是是不是实力球员和其他球员之间差距有点过大啊，所以八强还是好看的啊。看一下韩曙光这边的话，之前是在这场打的前面两场成绩都不好，是晋江站和宁波站都没能打进八强，对，晋江站没打啊，晋江站没打，然后宁波站没能打进，哎，走步这球非常明显啊，韩曙光自己举手，是我的，是我的，我能感觉到啊，这态度特别好啊，韩曙光。就看一下今天啊，霍如新今天补位球员。哎，这就说实话，没什么悬念。两次攻防，这组就是看陈干能不能给韩曙光搞制造点事情。对，陈干的话，南京站新兴突围的球员，然后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擅长投三分，射程也很远，当时是由唐天天选中，然后可以晋级到我们的城市赛。他当时是怎么情况？是他和另一个人两个人同时去、这个唐天天两个都想选，对，打单挑，嗯，然后结果他两记超远三分。嗯，讲真这组就很明显，就是韩曙光陈干俩人对争吧。然后霍如新是一个，补位球员来体验一下这个赛制就可以了。霍如新是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就是体验一下就行。如果两个人打平的情况下，他是一个危险因素啊。嗯，这球看一下，是好球，裁判是一个好球，破坏出界。嗯，这球就看韩曙光、陈干两个人互打的时候，能不能打进？
啊，这个一定是往里打的啊，那肯定一步就过，这球无效，先犯规啊。然后陈干和韩曙光他们两个都是三分准且三分射程都很远的球员。是的，嗯，其实陈干啊，就他俩互防的时候都可以适当往后一点，这球看一下，有效啊，二加一，比分已经来到了2-1，估计对阵霍如新这一分我觉得也一定要拿下。对，韩曙光打霍如新没必要投三分，即使放两攻没必要投，啊，选择中投说实话没必要呀，对不对？往里打就好了，其实你特别是左路一个拜佛，直接一个上篮很轻松啊，还是要把球权紧紧握在自己手里啊，直接来三分。看一下陈干，这么远，我觉得他要投了。投了，哎，射程还是可以的。但是我那就是上个周末在看这个新兴突围赛现场解说的时候，他是能在这进球的。是，对，很轻松啊。3-1，不是，我感觉霍如新这么防的话也。不是他不想好好防，完全不给陈干机会，不是他，对吧？他防两个人其实都一样态度，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其实就是能力，就是能力靠实力说话啊。陈干要拿下的球权还能有点，走步又一个走步，韩曙光啊，一定要注意先放球，这个，走步，对，一定要注意先放球啊。有人说韩曙光在找决赛的三分手感，我觉得还不是时候，刚才2-1-0的时候还不是时候，因为很明显这球韩曙光必须要防下来，假如这球韩曙光防不下来让陈安打进，韩曙光就没了。对，面对霍如新，对，陈安必须会进的，对，一定得防下来，就是看这球，只要陈安打进，你看如果打进了陈安能晋级，这场找节奏，球还在，选择一个中投，中投，哎，没有，可惜了。那我感觉韩曙光较稳，较稳，除非韩曙光三分线外投三分，对，除非韩曙光超远三分投起来，对，那就是浪开的，是啊，谁也说不了谁啊。对，你看，哎，先犯规，这边给了一个违体犯规啊。霍如新其实还是很懂江湖道义的，就说你们两个的事情你们两个去解决，不要说是我没防好，啊，你们两个自己去玩吧。这边是在漏活球馆，韩曙光，哎，重心压得非常低，看一下韩曙光上篮，这边造成了陈干的犯规，依旧是霍如新上场啊。再来一个犯规，你再上来，别让我再上来了，是吧？对，其实只要把这个球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而且霍如新他也是三次犯规了，如果他继续犯的话，基本上就交给陈干和韩曙光两个人自己解决这一场比赛啊。看一下，小黄已经尽力了。要是霍如新真的呀，他应该放三步，在内线等着，因为他吃谎，韩曙光他会吃谎。上篮，这球，韩曙光没打进，居然没打进！哎呦，真的是啊，这球讲真啊，霍如新跟的也不错，他没有尝试盲目的去上抢，而是他是滑步跟着。是，你看小黄很努力，哎，这球小黄的确很努力，有一说一啊，这球防的，啊，可以。哎，这球啊，就是很明显，就是来体验一下嘛。对。对，这个球跟一分钟前球一模一样，打进陈干就很有可能直接晋级了，啊，是，这球防不下来，陈干有可能连下两城啊。哎，谢先犯规啊，确实这球是一个拉人，还好还能自己有一次防的机会，等霍如新现在再犯规就直接罚下了，而且我们时间也不多，7分钟的时间啊，哎，交叉步，这球完全3-3-0啊，因为霍如新现在三犯了，再有犯规他就直接下了。不知道该怎么说。来，就看这球吧。这个球进了一球，能不能防下来？而且这球要压节奏，如果现在走的话，如果没打进，就是韩曙光的球权了啊。看一下，上篮，这球造犯规，没打进。还有时间吗？这球，看一下还有时间吗？
应该还有最后六秒的样子。看，还有现场刚才听还有二十秒，我们的这个还有一次进攻机会啊！我觉得这个直接犯下来得了，这球直接上篮打进，这样的话真的太委屈了，赢了韩曙光，真的是，哎呀，韩曙光冤死了，真的这局，这局真的是冤死了，哎呀，真的是。韩曙光恨死这个赛制了，也不是，我觉得不是说赛制，因为他们这个组是有一个就是前河北大学的这个校队球员弃权了，不是这个怎么说，就是其实啊，他们我有一点替韩曙光鸣不平，在哎呀，就如果我是那个黄色衣服的球员，我会让自己饭满下场交给他们两个，我今天赛前我说韩曙光如果能进个决赛或者拿个亚军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希望，如果前面有多人弃权的话还是能进到这个季足锦标赛的，是，结果现在又背了一个一轮游，二次一轮游，真的是、这个、连续二次一轮游的名声，哎呀真的是，就是我之前也说了，就是你一定要抓住打这个就是补位球员那个机会，我当时就说不要中投，那个有弹幕观众还说哎，他是在为之后找手感，我说这个时候还不是找手感的时候，你稳扎稳打打进比什么都好，是啊。好，我们恢复一下情绪啊，恭喜程干是已经晋级到了八强，淘汰掉了韩曙光，那么接下来这一组是陈承建，然后和梅斌是补位的，对，梅斌补位球员，我觉得有可能又出现上一轮一样的局面，真的是。还有蒋涛啊，蒋涛这赛季打过一次鹿人王南京站比赛，当时是一轮游啊，看一下第二次鹿人王之旅怎么样。是的，这边的话陈升健他是鹿人王上海站的亚军，身高16，体重70公斤，今年22岁、先吹罚了走步啊、黄色球衣的是蒋涛，是南京财经大学校队球员，全明星球员，身高90，体重83公斤，今年24岁。梅斌啊，选择一个中投，这说实话不出意外，江江又是上一组和上一组一样的局面，就是陈正健和蒋涛俩人争一个啊，差不多。看一下陈正健的进攻，对，按鹿人王的履历来说，陈正健更好；按这个大学赛场的履历来说，蒋涛更好。选择中投，差一点啊。陈正健他之前最好的成绩，新赛季的时候是在上海站拿了一个亚军。亚军啊，对。那么蒋涛呢，新赛季南京站是哎，来个变相误导，成绩一般啊，好球，当时是一轮游了，对，一轮游车轮战只有一个人可以出现，没错，就是三进一，最后八强之后才是双败淘汰赛，是的，所以车轮战是比较考验大家心跳的啊，是，转过来漂亮啊，蒋涛，哎，这个确实是技术运用的拿捏非常到位啊，这球。他今年24岁啊，是前南京财经大学男篮队长啊。这时候无论陈升健和蒋涛，他打梅斌的时候不要投篮。这球漂亮、也好，就是抓机会。当小组有一个球员实力明显弱于你们俩的时候，打他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必须打进，就是这个时候不是找手感的时候，不要冲远投。对，在三秒区去终结。三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出现，这球继续犯规啊！这样的话，陈升健其实比较危险、比较危险了啊！看一下蒋涛，哎，继续犯规啊！梅斌是跟上一组一样，你们俩去搞吧。但最后关键的时候。这个得看啊，陈正健主要自己要防下来，先拿一下进攻球权。哎，你看这球就来了啊！对，这球就来了。我黄金晚压的宋刘轩啊，我的压冠还没有上场，在这个最后一个小组会上场。哎，晃开拿回来了，漂亮。同样的问题甩给了蒋涛啊，要基地取球啊，第一次这个哎。第一次不是应该有个警告吗？直接换了，还是说这是第二次了？可能是，之前已经有过警告，有可能啊。看一下陈升健，再次面对梅斌啊。是，这球继续给犯规啊。
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再次的难题给到了蒋涛，这球防不下来，有可能就就没了啊！刚才是第二次啊，很多这个观众还记得，选择中投来了，这球颠进，好球啊！这边两个人都是拿到赛点，分别是陈承宪和蒋涛。嗯，这球没防下来，可能你就看陈承宪了。梅斌知道他快，放两步，但陈承宪还是往里打，看犯不犯规这球。小拜佛到篮下，最后、哎、给了犯规，哎、给了犯规。啊、我是想说这种球最好二加一，就没什么悬念。这俩人一样。面对蒋涛的防守啊，嗯、看一下。陈承宪打蒋涛，他不突到里边，他就是右侧四十五度中投、嗯。看一下是不是？你看，他找右侧四十五度中投，因为他突进去不好突，不好打。你看，又是右侧四十五度中投，看一下。哎，没有。嗯，这样陈承宪危险了。蒋涛要面对梅斌。嗯。陈承宪是多高？他身高76，体重70公斤啊。嗯、蒋涛的话，身高90，体重83公斤。嗯、这球，哎。这球蒋涛啊，这么好的机会，嗯，这个是地滑还是没站稳啊？好像是现场放了一个大喇叭。哎，等一下，陈承宪能听到俄皇的建议。对，嗯，看一下梅斌啊。嗯，有人说谁晋级小蓝说了算。哎，三分！哎、好感谢！我跟你说，陈承宪这个时候感觉就是心里都是，这都是和吃了千千万千万匹马跑过，对，难受死了。说怎么打我就能进啊？真的是为什么打我能进啊？哎呀，陈承宪难受死了啊！本来陈承宪心里想的一定是我防下来，我拿球权，我去，结果现在蒋涛的球权对主导我的这个命运，好有意思啊！这个赛制。嗯，还在，球还在啊，防得非常紧，陈承宪防得也非常靠外。蒋涛看一下时间，变向舞蹈，球还在，到篮下看一下，这球还是推人犯规，推人犯规 啊，推人犯规。最后这一下陈承宪、估计也是感觉蒋涛要舒服的上篮了啊、嗯、跟防跟了其实都快来了个20秒，是看一下蒋涛这次还能不能滑倒啊。看一下，打到内线篮下，还是造犯规啊？这个有悬念，但是梅斌就是江湖人，对，你看也是三犯，是吧？依旧是三犯，他就是江湖人。嗯，你们俩的事情，你们俩自己去解决。但是要注意一下进攻时间啊！示范了，示范了。进攻时间的话，只剩下最后一攻。是的。如果蒋涛没打进的话，两个人估计要靠罚篮决出。是的。转过来。篮下这球打进啊，4-3-0，陈承宪非常可惜、啊。哎，陈承宪砸地这一下居然把球给打进了，啊，也是挺神。哎呀，陈承宪和韩曙光俩人难兄难弟，对，宁波站俩人一块一轮游，结果南京站也一块一轮游，就是我估计这俩人下去说了，就是。以后咱俩别一块参赛，你报吗？那你提前告我一声，就有你在，我就是运气不好。是啊，这真的只能说运气不好。哎呀，真的是，你说陈承宪，你说刚才有没有机会？好几次机会。是，没办法。孙刘娟啊，最后一小组。对，今天上下步。国皇的压冠，哎，不错。我今天的压冠啊。孙刘娟，路人王的14冠王，变相狂魔，身高183，体重80公斤，今年23岁。那么张伟，他是前南京师范大学校队球员，身高187，体重100公斤，今年31岁。是的。防守的刘建群，他是路人王南京站的亚军，身高188，体重81公斤，今年23岁。上周也参加了新兴突围赛。孙刘娟，哎，差一点，可惜，非常可惜这球啊。是，刚刚陈承宪发泄的把球往地上一砸，结果那个球弹进去了。是的，就该进的时候不进。真的是，你说中投进了就没后面的事了。啊、真的服了。哎呀，看一下刘建群，刘建群冲击力很强，到篮下这球左手可以啊。刘建群2018年8月份的时候首战上海站，那个时候拿到了亚军啊。不会这一组又是前面那种情况吧？就是小蓝是决定性因素。是啊。是吗？哎。看一下刘建群，嗯，最后这一下紧张了，是、啊、没找到啊。嗯，俄皇最帅了来了。有人说哪球算千金时刻？这个我们到时候得投票才能投出来、啊。而且他必须是实战中进的球才行，对，得进。哎，宋刘娟这球
尝试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小号真多，我也觉得。你还加狗头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这是说明他是开一个玩笑。看一下张伟，怼派。的确，他有这个怼派的实力啊，毕竟100公斤的这个体重在，看起来很壮，是两倍的宋刘轩，发现了没有这个体格？但是宋刘轩对。他很会车凳子，再转，哎，漂亮，防得好啊，好盖帽啊，很聪明。面对比自己壮的人，知道怎么去防守。你要想要被打这个宋刘轩，哎，你就必须要干嘛？必须要这个做好护球啊。到篮下看一下宋刘轩这球漂亮，好球，来了。娥皇多少真心话以玩笑的方式说出，那是男女之间，不存在于男男之间。对，心醒醒吧，清醒一醒。宋刘轩再打。哇，讲真，宋刘轩这个冲击，这个好勇敢，跳怼这一下，真的挺疼的啊。也就是张伟这200斤能顶得住。注意一下，你看，又给了犯规。注意一下我们犯规次数。就是刘俊琴这防守就很不聪明啊！你上就是面对这种张伟，很明显运球可能不是特别突出，你也不逼防，你让他特别轻易的到3秒区附近啊，就怼你，你再犯规，这就很难受啊！就一直贴防。给了犯规啊！这的确，身体在篮球当中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因素啊。身体对抗，篮球有对抗运动。对抗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看，就是他不敢动了。你看，刘建群，哎，你上吧，上进我倒没这种感觉啊。但张伟每一次上的都没打板，他没跳太高，特别矮，对。漂亮这一球，好球！撤凳子突然上抢，宋刘轩，这也是宋刘轩常用的一个抢断的一个方式。孙文轩现在已经拿到2颗球，哎，这是想试试手感去投一个远投吗？远投3分的距离完全够啊。备孕，找找机会。再变下来一个，这球漂亮，3-1-0啊。是，这样也是孙文轩拿到的赛点。我的压冠是不是特别稳，江江？其实在这一组来说，我感觉实力还是比较悬殊的。我不是说这一组，我是说这一场。看一下转身，先看一下讲讲拉回来后仰。这个在就是新赛季刚开头的宋刘轩来说，他是基本上都能进的，必进啊。但是现在他因为这个6月包括7月的这个膝盖的伤病啊，整体的这个状态不如刘建群。造犯规，注意一下张伟的第二次犯规。韩曙光，哎，非常可惜，没了。这个比较，也不能说实力的问题。哎，宋刘轩防得非常好。对手一个过桥，这是投了一个啊。江江怎么开始跳起来了？就是要兴奋起来，看到宋刘轩的比赛。毕竟他是个气氛组的，所以我们要兴奋一点。而且宋刘轩还是标志性的这个向后试探步啊。中投其实有机会啊。非常轻松，好球。那么来了，宋刘轩4-1-0拿下比赛，晋级到8强。就是其实除了那个韩曙光和这个陈正健的那一组就是比较有悬念，其实所谓的悬念啊，也就是因为他的实力是明显高于小组另外一个球员的，是的，打成4-3-0啊。江江为什么在就是纠结韩曙光那个问题，是因为他在这个草根球王争霸赛的时候，他当时跟这个杨正、常乐晨一组他都能出现，所以我感觉其实他的状态还可以，但没想到就是这个新赛季城市赛这么多一轮游，就让人觉得很莫名其妙，你知道吗？来看一下我们8强的一个晋级的名单。那么 A 组晋级的是宣宇坤， B 组晋级的是马克， C 组晋级的是徐晨子，然后 D 组晋级的是龚志祥， E 组晋级
看一下下一组啊。一组晋级的是李方源，也是今天的补位球员。 F 组晋级的是陈干，他是新兴突围赛的球员。 G 组晋级的是蒋涛， H 组晋级的是宋刘轩。哇，今天这个比赛确实进行的快啊，就是39分钟小组赛全部结束了。是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八强的一个名单啊。那么今天也是加德乐给我们赞助的这场南京站的比赛。加德乐快速补充流汗所湿，让你的每滴汗都不白流。打开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天猫超市买到这个打球利器加德乐，今天只要3.3元最低价，大家就可以入手。所以呢，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加油啊，抓紧我们今天比赛过程中的这个时间，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面的二维码，因为3.3元这个低价真的是不多得了，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买到我们的打球利器加德乐，让你的每滴汗都白流。真的，这个多多支持我们的赞助商加德乐啊。也是感谢加德乐对本场比赛的大力支持。那么今天也是送上礼物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球迷朋友啊，我们进行一个看图猜地名的一个游戏环节，一起来看一下互动。这是哪儿？太简单了，这个挺简单的、啊、太简单了，大家现在赶紧把答案打在我们的弹幕上。这俩字儿，刻舟求剑，这个梗已经太早了吧。这不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吗？是，准备好了吗？我看一下大家刷屏都刷的蛮激烈的，来看一下。太简单了这个。来，大家再给大家十秒的时间去发弹幕啊。是。哦，太容易了，好聪明啊，我们的球迷朋友们。我倒数五个数啊。5、4、3，停。停，看一下这个。恭喜这个鹅皇最帅啦，这拿到了我们的这个礼物，恭喜你、啊、这没黑幕啊，真的截图截到的就是他、啊、我们还有没有第二道题目啊，也是可以给大家放送一下啊，有没有第二道题目？看一下这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比刚刚那题上海难了一点点，简单，看一下能不能想到。那我看第二张就是小标志，对，就这叫什么猫，然后一只猫，然后一个就是破碎的门。哎，其实我觉得澳门也没有错，因为它如果是个老虎，它不是个猫，就嗷呜。不是，澳门。荆门也没错，震惊。对不对？荆门、厦门、澳门也没错，但我觉得澳门是最形象的，因为嗷呜就是那个猫也会嗷呜、啊，就这种声音。对、啊、不对？厦门啊，应该是厦门。对，我们正确答案应该是厦门啊，但是大家的脑洞也是非常的开，所以我们继续给大家。主要是这个门太简单了。对，好，来倒数五个数啊。5、4、3、2，停。停，恭喜这位叫做。淡蓝色二三，淡蓝色二三获得了我们的礼物。那么希望各位获得礼物的可以在微博搜索路人王篮球，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还有 ID 账号发给他，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礼物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八强分组啊。对，八强分组是什么样的呢？首先第一组是轩宇坤对阵蒋涛，然后第二组是马克对龚志祥，第三组是徐承姿对这个宋刘轩，最后一组是陈干对李方源。我感觉整体来说上半区要强一些、哦、对，一个新人球员对一个补位球员、啊、整体来说前三组好像都比较，第四组好像是比前三组看起来要，但是我觉得第四组就是一个黑马组啊，陈干今天打赢了韩曙光，然后呢李方源今天也是补位进到八强，所以这两组我觉得也是比较有看点的。但是如果说每一个小组分的都比较平均，那不就是黑幕，那不就是人为操作了吗？这就是系统这自动去排序的一个魅力所在啊。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八强赛。
好的，那么大家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不要忘记啊，我们刷屏一波我们今天的热词，美滴汗不白流，美滴汗不白流，然后大家打在屏幕当中，将将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给大家抽个奖，抽一个我们路人王的精美周边，大家把美滴汗不白流打在公屏上，谢谢。看轩宇坤和蒋涛一上来先叫蒋涛一个犯规啊。我们比赛的比分是7分钟的时间打7分，3次犯规进行罚篮。大家可以刷屏美滴汗不白流。是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为大家进行抽奖。嗯、我们的哎呀，美滴汗是什么？啊、不白流。蒋涛上来先来3分，哎，差一点啊、嗯。这是蒋涛第一次打路人王的这个8强的比赛啊。是的。那么薛宇坤呢，他其实新赛季上海站也是打了一个一轮游。嗯，大家刷一波热词，我们给大家抽奖啊，美滴汗不白流，刷起来。大家刷起我们的热词啊，给大家抽一个奖品。来这边蒋涛。蒋涛其实今天印象很深刻，就是他的那个转身啊。哎，就是第二个球，他第二个进球。对，运用得很好。是，完全把人过掉了啊。嗯，这两个球员看谁先能进一个三分，谁有可能这个拿下这个比赛。是，嗯，薛宇坤，哇，直接冒下来。嗯，183打190，这样切着打、嗯，而且你要知道，体重方面也是蒋涛有优势啊。两个人都是新赛季的最好成绩，因为薛宇坤是上海站一轮游，蒋涛是南京站一轮游、啊，是，所以今天看一下，总有个人可以继续往前走。终于打进了啊，2-0。嗯。继续热词刷起来、嗯、需要基地起球，第一次警告啊！蒋涛其实在小组赛已经吃到过一次技术犯规了啊，是应该印象比较深刻啊、嗯、不会再不基地了。嗯，漂亮，好球，这个球可以，这个角度、啊、这个手型薛宇坤不错啊，太难找了、嗯、2-0，看一下蒋涛，蒋涛还是比较少看他远投，是就是没进，他倒是投这局投了2个，但是没进，还想投。嗯，这球给了犯规啊！要注意3次犯规进行罚篮。哎，大家已经刷屏起来，给大家抽奖吧。我们给大家抽奖、啊，继续刷屏起来。我看一下，嗯、我们倒数5个数。嗯，先让大家刷起来啊、嗯！美滴汗不白流，我们加德勒的热词啊。嗯。好球！5、4、3、2、1，停。看一下，恭喜这一位获奖的观众，叫做卢卡胖琪琪。嗯，恭喜你啊！恭喜你拿到了我们家的礼物。这是四平，这两个人打真的是实力五五开啊！嗯，你进一个，我进一个，你来我往啊！这边两个人就差一个3分了，看有没有啊？来，蒋涛作为这个第一次进8强，这时候是不是就是想我正好7分，嗯、对不对？嗯，哎不，他选择往里突，漂亮，可以啊，还是非常稳的啊，左手命中，暂时领先比分，6-4啊。哎，这球又是也给个计犯，哎，蒋涛这球你看，这就是基地取球重要性，你否则你给人家往人身上，对，往人身上直接一抛，直接出去就不让人动了，是吧？嗯，嗯，这已经刚才警告过一次了，确实啊。嗯，这次罚球对薛宇坤极其重要。罚球罚进，这样的话他后面2分、3分都可以选了。对于他来说，进攻选择有更多样了。是，就没必要投3分了啊。转过来，上篮，看一下薛宇坤，打进，7-6，是这其实也能看出经验重要性。蒋涛这一分送的呀，是真不应该。小组赛已经有一次前车之鉴了。是，那么这样的话，恭喜薛宇坤是以7分，然后险胜啊，晋级到了胜者组。嗯。龚志强、马克啊，两个人报名身高都是187啊。嗯。嗯，龚志祥，哎呦，这罚球！嗯，看一下龚志祥和马克的对决啊。是马克今天小组赛状态非常好啊、嗯。就是绝对的身体，而且马克护球特别好，他就是运球直接放到
你碰不到我刚好能拿到的地方啊。备孕，而且身体依旧很扎实。是，左手哎，可惜这球啊。上来这一下啊，还是找找感觉啊。我还依稀记得他在受伤之前非常喜欢用的就是顶一下转身，然后有一个小抛投、是，对，龚志祥敢不敢投，现在看一下还能不能看到那个、先来一个三分试一试，漂亮，好球，龚志祥啊，非常关键的一记三分，一上来这边率先打赢三分球啊、龚志祥路人王杭州新星突围赛的冠军，是，包括今天有观众朋友说我纯路人怎么才能进到我们今天的车轮战，马克、这是一上来上头了，有点上头，说实话他应该按照自己的这个节奏去打、大家可以就是像龚志祥一样报名参加我们的新星突围赛啊，当然我们今天其实杭州站的新星突围赛也在举行当中、明天呢俄皇和波波也是会到现场杭州站的现场去跟大家进行互动，对的，明天这个应该是在商场里啊，是马克，给了犯规这球啊，是龚志祥的第一次犯规、第一次犯规啊，马克伤肯定没有百分百恢复，这直接扔三分，好球，能还上、这么自信吗？马克能还上，这么自信啊！他也是反复每一次进攻完了之后，再自己跳一跳、去缓解一下自己身体这个感觉啊。也是不管你说不说我上头，我就是要投进这个三分。是、所以之前还喜欢叫马克跳跳虎。马克这个每次蹦来蹦去，完全恢复到之前状态。还需要时间啊，走步这球龚志祥啊太可惜，寒曙光小组赛被吹了两次这种走步，其实他在下面应该是看着的、对，不应该再犯这种，到篮下这球马克看一下，好球，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是吧，对，转身然后一个小抛投，而且直接很顺，对，手感非常顺， 马克有可能是单手抛投，有可能是他就是两个手一块放篮，有人问马克之前受的是什么伤、膝盖韧带这个撕裂啊，去年的七月份，当时想面对马克很想投三分球、马克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啊，只要再打进一颗球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看马克又靠后准备突了，冲起来了要、看一下龚志祥防守非常靠外，马克打到内线，继续犯规，这样的话宋马克上，这是第二犯还是第三犯，看一下应该是第三犯了，宋马克上罚球线啊、有赔偿，也不是打我们的比赛，对，不是在路人王受伤了，对，不是在路人王，他是在外面一个这个全场比赛受伤了、路人王会给我们每一位球员都买上保险的、这个大家是一定放心的，是马克很稳定7-3战胜龚志祥，是会在胜者组跟轩宇坤碰面啊，会试一下，明显，对，我也是感觉马克其实稍微还是有点收，但是相对于上一场南京站已经好多了，因为他上一场南京站没有个对比，他上来第一个球就已经受伤了啊，这边的话八强赛的第三场比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宋龙轩对徐晨子啊，许晨子很喜欢左路突破，你看宋龙轩防的啊，给了一个推人犯规，确实啊，而且马克他是什么二次受伤，对，就二次受伤非常可怕啊，且恢复期比较长啊，是许晨子他是路人王南京站新星突围赛的冠军，是的，那么宋龙轩是我们路人王签约球员、不出意外要投三分啊，投了啊，哎，我真的现在想看宋荣轩和马克比三分球，我在想什么、两个人都是往里打的，现在想看他俩比三分球，马克三分其实真的挺准的，特别是全场的时候，好防没问题啊，明明是这个徐晨子是要比较高啊，但宋荣轩硬生生的把这球防下来，看一下宋荣轩三分出手，第二个差一点啊，我们是7分钟7分的一个比赛啊、这个鞋有点远啊，也主播跟大家看的画面一样也看不清、
转过来，哎，宋刘先下盘顶着一下啊，真不错啊。嗯，是我短时间内见不到了，这个不一定啊。这也不知道啊。是，嗯，我们不是会有夏季锦标赛吗？李睿是现在积分榜排名第一的，嗯、所以呢，还没有确定还能不能看到，嗯、说不定。没有给给这个准确的答复啊。嗯。宋学还投，继续。三中一，就徐晨子他有个什么问题？就是他突破特别突出，但是他的投篮。嗯不太好，或者说他根本不投。是。嗯、来了，他绝招啊！如果你真的去堵他的左路，他一个转身，右手就挑篮了啊、嗯。张志阳这个赛季成绩不好，没到。有一轮游，然后也有只勉强进八强。对。啊、嗯。打进。无效。但是提前的犯规。无效啊。嗯。我看到世界总冠军说我是他室友啊，要看他的鞋吗？哎，这个跳起来造成了徐晨子的犯规，那么宋，这个是徐晨子的第二次犯规啊，哎，第三次犯规了，就是要宋刘轩上罚球线了，三犯了啊，我们的规则是三犯爬篮啊。刚刚宋永轩自己走到准备去开球的时候，我还在想，难道我记错了？还我一枪啊！嗯、来看一下，两罚命中。嗯，徐晨子如果没有三分的话，这局拿不下来啊，纯靠两分打拿不下来啊。就换一句话说，他如果有三分，宋永轩也不会轻易给他投。嗯，第二次推人犯规啊。我刚刚看到，其实徐晨姿他会防宋刘轩的右手，嗯，但是宋刘轩还是执意的会去往右边突。对，可惜这球啊。嗯。嗯，准备左边。嗯，哇、哦，拉杆漂亮！太难了，这是要竞争一下天津时刻了。好球啊，宋刘轩这边7-2拿下比赛，晋级到了胜者组。这就是我的亚冠，是吧？挺强的。啊。必须强！今天拿冠军问题不大吧？今天决赛应该是宋刘轩和马克。江江，你觉得你有疑问吗？经历完车轮抢分赛之后，我没有太大的疑问。我以为你又有一些疑问了啊！对，车轮抢分赛之前，我以为这个韩曙光和这个陈成建，但是讲真，韩曙光、陈成建这两个人的实力，如果真就单挑实力，如果真跟马克和宋刘轩比的话，还是有差距的啊，还是不是同一档的是吗？他们可能是四强水平啊。王小明骂骂咧咧的退出了直播间，这是在说王小明亚军的事是吗？陈干上来一个三分，对，啊、陈干、李方圆，一个是突围赛的球员，李方圆是今天的补位球员啊。两个虽然说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今天能进到八强，说明了自己的实力。嗯、哎，差一点，李方圆啊。陈干其实还可以投三分，很准、嗯、啊！哎，刚说完，刚说很准。哎呀哈，给他奶出来了啊！是你有没有看到他对着镜头拍了一下手？警告你了，你再说。第二次给我踢。对，啊、给踢。嗯、啊。李方圆。嗯，底角可能要踩线了。这防的是真的。无效走步。紧，陈干防的太紧了。对。这个防守能跟满全场也是挺消耗体力的。嗯，反篮，哎，可惜啊。嗯。为什么没有柳阳姐？这个也不知道，要看球员们的报名啊。对，柳阳姐接下来会打上海站嘛？对。嗯、可能也是要养精蓄锐一下吧。嗯，李方圆就是胡月海那个小组出现的那个球员，就胡月海弃权了，然后他补位，补到胡月海那个位出现的球员、嗯、啊，所以说那个小组可能是这个八强这个所有小组里边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偏弱的一个小组啊。是，看一下李方圆这边，
感觉李芳源他冲击的冲击力不强、嗯、就是第一步速度没起来，是看一下陈敢，嗯，再来六比零啊，来了，现在六比零的话，其实这些比赛就比较简单了啊。嗯、是，李芳源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多给自己一些进球。是，中投，他有点躲着人打，啊、他有点躲着陈敢打。我记得他三分挺准的呀，嗯、对吧？看看陈敢啊。再打进、嗯、9比0陈干三记三分零封李芳源，嗯，这样的话没什么问题，我们胜败者组都出来了，我们紧接会进行的就是双败淘汰赛，胜者组七分钟的时间七分，败者组五分钟的时间五分，那么先进行对决的呢是败者组的比赛，五分钟的时间打五分，看一下胜败者组分别的球员，胜者组是有宣宇坤、马克、宋永轩、陈干，那么败者组是有蒋涛、龚志祥、徐晨姿以及李芳源。哎，是先来看一下蒋涛和龚志祥之间的败者组、嗯、啊，没错，后面的比赛北京站和上海站都非常的精彩，嗯，差一点龚志祥啊，这其实是他的招牌啊，他的这篮下擦板是一绝啊，嗯，你说这个三分怕是开了脚本吧，其实三分就是你还不防对吧，你还往后退，三记三分你都投到第三记了你还不防，那真的这没办法，你也别怪别人投进了，蒋涛又是一个转身，他这转身应该专门练过、嗯、对，他这是预判对方的这个防守啊、嗯、想要扑的这一下接着一个转身啊，是，而且基本上都是左转右、嗯、右转左现在还没看到，是的、嗯、哎，这个脚步的晃动，哦吼，这个难，说实话这个难啊，这个脚步确实难、啊、是，其实我觉得这球他已经防到位了啊，没办法，也没跟没跟上最后那一下啊，看一下蒋涛，这边比分已经是二比二。二比二，加油！转过来，这边是右转左的，运那一下没运住。龚志祥，看一下龚志祥，准备一下。蒋涛其实臂展还可以，哎，臂展不错啊、嗯。三分出手，哎呦，可惜，这时候其实败者组嘛，二比二，大家都知道对手想投三分啊。三分肯定是防得很的，但是如果你能领先的话，其实会更稳一点啊。你去打个突破，你看像龚志祥防守那么靠上的话，就是要投，嗯、就是上投。嗯，这时候怎么说啊？我觉得。这样选择吗？你说问题大吗？也不大、啊、哎，这边三分不防吗？哎呀，蒋涛直接说你没篮、啊、这也太秀了，防都不防直接到篮下，又不是有板、嗯、是，哎，龚志祥其实这个起球也有问题啊，蒋涛刚一个咳嗽过来、嗯、这弹幕说什么嘴炮连天，说我嘴炮连天打一场，我解说吗，不就是得给大家说吗解说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跟大家打打嘴炮，我不就得给大家分析吗，不然我解说说啥呀，是吧，而且我打过呀，我不是说没打过呀，是啊，对吧，北海这冠军呢，哎呀，实力还是可以的，那这种弹幕发了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两点说的都不太对哎，我不能总说说场上动作，就什么三分上篮突破打手，这观众都能看出来的东西、嗯、没必要去说啊，别听他们的，我们好好打嘴炮没关系，看一下这篮下应该拖一下啊、嗯，奔袭什么时候开打？现在还没定下来呢，因为现在要等这个所有疫情什么全部稳定下来再看。蒋涛拉回来重新打，看一下，这时候
还是给了犯规啊。是，两个人犯规还好，各一次。嗯，太溜了。其实主播就是为各位球迷朋友们服务的嘛，嗯、大家如果听得舒服就好了、哎。有意见也可以提，当然我们就是对的意见我们会接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啊，当然如果只是为了打嘴炮而说的意见的话，我们可能就不接受了。嗯，是的，30号和8月30、9月5号会有两场大赛放送给大家。是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会是什么，也可以在这个赛后的论坛去关注一下。哎，电竞也是不错。蒋涛本场第三次吃到，技术犯规啊、嗯。这真的是就是，哎呀，就记不住这个啊！你这样的话，其实龚志强选择又多了，他不需要必须投三分了。两分也可以了，现在。哎。贵阳站是一个季度一次啊，先犯规。提前的犯规、啊，这场打的时间算是比较久了。啊，非常久这场。看来、哎、给了犯规，这是第三次吗？注意一下这边。这第几次了？三分的投篮犯规。三犯的话，那就是一加一加一，一加一有三次的犯篮啊、嗯。我记得刚才已经显示第一次犯规的时候，有一次犯规没加上，然后这一次应该是第三次吧。我们看一下，听现场裁判的。还是说，在我们犯规的时候，就是面板已经加上犯规了？嗯，你看，现在面板显示还有两次犯规，三次了。所以是龚志祥的三次犯规，加的慢了一些。蒋涛是一加一加一的罚球啊、嗯，因为我们现在是半决赛的比赛，所以很有可能他通过罚球就可以绝杀。罚不进就输这场比赛、啊，罚进一球，这个打进球，罚进两球就赢。对，啊、就看第一罚其实是最重要的。第一罚，哎呦，没了啊！蒋涛是本场比赛第七名，这就是心理、啊、心理承受能力。看你够不够稳定了，嗯，嗯，徐晨姿那和李方圆，那个男，你说的是张国伟吗？你跟张国伟单挑？嗯、没有，挡篮球应该是李思武吧？我都记得清楚。哦，挡篮球那个啊，挡篮球是李思武，2米03的身高，你可以尝试一下。对，我们规则是5分钟5分，对，可以打打。下面是申姿和李方圆啊，依旧是败者组的比赛。2比0，李方圆到这个大师赛之后还没有得过分。是，一加一加一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三分投篮出手的犯规，所以呢，他能有三次的罚球。但我们的罚球的规则是第一次罚球罚进，我们才能罚第二次；第二次罚进才能罚第三次。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进行一波热词的抽奖，大家刷屏“美滴汗不白流”，刷屏刷起来，今天给大家送上路人王的精美周边，抓紧时间，“美滴汗不白流”。嗯，请大家刷屏刷起来。李方圆，哎哎，这是他大师赛啊，就是八强之后的第最接近得分的一次啊，这是。看一下，哎呦，这球，这是他惯用的招数 啊。来，给大家抽一个奖吧。好的，奖奖已经准备好了，鹅黄可以倒数了。好了，大家刷起来啊。看一下李方圆转过来，打进、哎、二平停。看一下刚打进的这一刻，恭喜这位叫做 HP 余文乐 ，HP 余文乐拿到了我们的礼物。嗯，4比2，徐晨子还是打内线稳扎稳打。嗯啊，不知道李方圆这时候会不会投一个三分啊？是的，有可能啊。就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要我就背投三分就出手了。嗯，差点被断，还在。嗯。变向。哎呦，最后这一下其实自己都没劲儿 了啊，腿软了，蹬不起来地了啊。嗯。
依旧是李方源的球权。看一下李方源，注意一下，我们进攻时间二十秒，这边再次造成这个徐承滋的犯规啊。其实李方源造犯规的能力还可以。哎，晃开！哎呦，这每次终结那一下，是啊，确实差点意思。真的是终结这个确实，你说刚才那个上篮，对吧？打进，再加上这个晃开，那可能就赢了。我都已经屏住呼吸了，就等他最后一下，然后突然泄气了。嗯，请问主播，一晚上中奖两次是什么事情？哎，这球。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有点危险这球啊。余文乐今晚中奖两次了，我不记得。真的假的？我不是只记得只有一次吗？我刚才就刚才听这是什么水平？买彩票啊，余文乐，这么就是这么强的一个中奖体质。最近这个好事做多了 啊，人品值攒得够够的。啊，他说另一个。ID 也是他啊，那你这个这个抽奖券你有两张，那也没有办法。对，这不叫同一个人中两次啊。对，同一个 ID 中不了两次，估计一般啊。那说明也有钱，两个手机两个 ID 可以同时发弹幕。一个手机一个 iPad。对，一个手机一个 iPad， 全部放在那里一起抽奖。徐申姿，有了，好球，六比二。是啊，那这样的话依旧是败者组的比赛，恭喜徐申姿是淘汰掉了李方源，晋级到了下一轮啊。接下来胜者组的半决赛啊，马克对薛玉坤，两个人曾经在去年的六月，当时应该是去年的五月份啊，并肩作战，一起打过国际邀请赛啊，当时最后是惜败给菲律宾联队啊。没错，非常可惜。但是两个人应该对对手也是比较熟悉了。说来看看马克。马克今天感觉比较兴奋。但是整体还是稍微收着一点啊。当时我查了，经常抖音那个时光王李四五问一下，我拿键盘可以打吗？键盘什么都能打，有什么是键盘打不了的？你说。先集体洗一下球啊，马克、薛宇坤啊，我看马克这个我感觉稍微用点劲儿了，左手可以，关键是马克是什么？左手也能持球突破，然后右手也能持球突破，右路也能挑篮，然后左手也可以挑篮啊，左手也可以去做终结，还能双手放篮。哎，走步这球，哎呀，又是一个老问题，今天多少次做这种交叉步，直接这个先放球，直接投了。马克稍微有点浪是吧？对，有点嚣张啊，今天马克。但是他对自己三分特别自信啊。有人说马克那个扭屁股的动作应该是韧带手术康复。好，薛宇坤。就是我发现任何一个人打马克都得进一个三分啊，之前的龚志强也是啊，太瘦了。马克直接一定要还一个，马克，哎，差一点。但是前面是还上了，这一次看一下能不能还上，因为我们的比赛七分嘛，还有机会。马克主要是能防啊，薛宇坤感觉。拜佛还是要中投，转过来没有机会，哎，没有机会这球啊。马克也是个踉跄啊。就是马克现在进攻我觉得没问题，主要还是防守。马克都上来半步，薛宇坤都给他鼓掌了，两次都还上了，五比三啊。这样是不是马克让所有对手都只能进一个三分球呢？上一场龚志强也是进一个三分球直接就被打掉了，干掉了。这次薛宇坤也是进一个三分球，闹他，上点对抗，还在，这还是马克转过来顶不动啊，顶不动这球，真的是就是，你想借一个力然后转身，
你怼马克这个力是能借到，但是你弹出去了。对，只要自己力是相互的嘛，这作用力相互的。左手差一点啊！今天你发没发现，就是马克左手终结好像更多了，对比这个右手终结要多一些。对、啊，这个可能也是最近的训练的一个成果吧。嗯、康复啊，真的，马克康复真的是花费很大的功夫，很难受其实啊。你看，这就是你轩宇坤小组赛多轻松，包括上一场也赢蒋涛啊，突破终结也挺强。就面对马克的时候，嗯，一对抗人就没了。啊，我心里突然闪过一句话：马克终于回来了。啊，马克篮下又是左手，造成犯规啊。是，这边是轩宇坤的第一次犯规。马克小组赛就是连续两三个都是把人从三分线怼到了篮下，左手一个放篮，像一个推土机，直接一路铲过去。可以右手，对，可以走右边转过来。篮下轻松，他真的转过来之后，这个手感特别的柔和，而且每次都不是打板，他是属于那种空隙的放了。是，今天马克就是无论小组赛，这个还是八强之后的分组赛、胜者组半决赛，都只让对手进一个球，投一个三分球，然后就差不多得了，就差不多了啊、嗯，是。有人说这是不是巅峰的马克？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很好、啊。而且马克伤的不是脚，他是膝盖。嗯、啊，打球利器加德勒来天猫超市3.3元最低价入手，感谢加德勒对本场比赛的大力支持，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刷屏一波上天猫，然后，大家可以刷屏一波买加德勒，买加德勒、啊、上天猫买加德勒。哎，这边一个新消息啊，最新的一个消息，因为今天我们的球迷朋友们非常的热情，所以呢，今天加德勒给到大家继续降价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只需要3块钱就可以买到我们的加德勒了，大家赶紧上天猫。只需3块钱啊！对，只要3块钱，这三个钢镚儿就能买到我们的加德勒。哦，陈干这球难啊！是，大家一定要去买。嗯，让你的每滴汗都不白流，快速的补充能这个流汗所失啊！来看一下，这个现在这个弹幕刷起来了吗？是，上天猫买加德勒，我们给大家抽奖。来、啊、刷起来，马上抽奖。这边胜者组宋刘轩对陈干。嗯，宋刘轩这三分。对，我们进一个球直接开奖啊！下一个进球直接开奖。看一下陈干，这个就算后浪打前浪。嗯，这球给了犯规。嗯。宋刘轩的个人本场比赛第一次犯规啊。是的。看一下这个，大家都已经刷起来了，能不能让大家中奖啊？陈干特别喜欢左边，就是上一次新兴突围赛冠军徐晨姿和这个亚军陈干都喜欢走左边突破。这边直接破坏出界、哎、这是宋刘轩的防守啊，这么紧迫的防守。来，我们给大家截图抽奖吧，来倒数三个数，就给宋刘轩一次进攻的机会吧。好，他打进就立刻开奖 啊不进也开。看一下这球，这被我们奶卡了、嗯、这球啊无所谓也算进了、来停给大家看一下是哪一位球迷朋友获奖呢。恭喜这一位胡蜜加科詹双蜜，恭喜你！啊、胡蜜加科詹双蜜、啊，这个确实是说的非常严谨。对，你是谁的球迷？我是，你是哪个球队球迷？湖人球迷。你是谁的球迷？科詹双蜜，詹姆斯双球迷，非常严谨。你的这个，球迷群体非常庞大。对，啊、太庞大了、嗯。这么远就扔了，陈干，而且根本没有准备充分啊。嗯，这边宋刘轩和陈干都是2分啊。宋刘轩上篮，好球，进攻犯规。这边进攻犯规是上篮这一下，左手有一个架在别人身上的这个动作，裁判应该是抓这个动作。底线裁判抓得非常细致、啊。宋刘轩也要跟这个裁判交涉一下。这边的话，比分还是2-2，宋刘轩现在是2次犯规在身，嗯、还差一次。之前我就说这个，现在乌人王也是吸取大家意见，对这个启动走步，包括转身走步这一块和这个进攻犯规这一块吹得比较严格。是走步还是肘步？走步啊！我还以为跟肘子有关系。肘子肯定也吹得也严格啊。肘子肯定也严啊。
看一下，那都属于进攻犯规的这个范畴啊。你像宋仲轩已经处于犯买的状态啊，陈干完完全全可以往里打，没问题。那陈干都走左边，啊。突不进去，选择一个中投啊，这都不是什么好机会啊。一般走左边就上篮就去了，走右边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中投。看宋仲轩差一个三分球能不能命中？哎，这球是投的。现场喊出 air ball， 是 air ball， 并且打了一下。自己名字的旗帜啊，是提醒一下，这正正直直打到了宋刘轩三个字身上。这赛季之前两次南京站，没有说南京本地或者江苏本省的人去拿过冠军，是、一个李锐，一个宋刘轩，漂亮，陈干四平啊，有的打。胡蜜加客栈双蜜，你可以微博搜索路人王篮球，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还有 ID 截图发给他，我们就会给你发奖了。看一下宋刘轩晃开，哎，感觉刚才那次机会更好是吧、但是还是能进，可以六分了啊，赛点六比四啊。陈盖要是再打进球就好看了。宋刘轩给了之后直接就出来啊，不给三分机会啊。但陈干其实这个是他的射程，这个其实投不出去，主要防得太靠外了，投不出去，也没有必要必须投三分啊！哎呦，可惜，可惜啊，真可惜。宋刘轩，主要是能造到个犯规也好，陈干也没能造到犯规，陈干还有一次就是犯规的机会，是、可以合理利用一下。主要宋刘轩现在有太多种方式拿下这场比赛了，对，三分也可以，突破也可以，造杀伤也可以啊。对，造两次杀伤，拿一个发球。是。注意一下进攻时间，20秒。哦，这球机会不好啊，防到位了。黄最帅啦，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中奖的用户，所以可能发货会稍慢一点。你只要把信息这么远给到他就可以。陈干，哎呦，前框啊，这是。还以为有。这边来看一下宋刘轩，因为我们时间是7分钟啊，还有1分10秒啊，最后的1分10秒。对，有人在问这个加德勒怎么买啊？等一下给大家上二维码。宋教练，可惜啊。是啊，我们导播老师现在可以上一个二维码吗？这是要起球要基地啊，而且这个防守方在起球的时候需要这个在三分线这么远的三分球，哇，好像啊，真的是陈干一开始前方这是转了一圈啊，哎呦，陈干啊，吓人，真的是啊，最后30秒，哎，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屏幕上方有一个二维码，大家现在可以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今天我们直播间再次降价，只需要3块钱，3个钢镚儿就可以给大家买到这个加德勒了。这也是我们直播间。宋刘轩这球，加德勒给到大家的最低价，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迅速的去购买啊。哎，看一下，给了犯规，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陈干的罚球了啊，两罚全中。打金球，是的，只要丢一个，宋刘轩就获胜。是的、啊，同时也是跟大家说，加德勒快速补充流汗琐事，让你的美滴汗不白流。打开手机可以现在扫码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打球利器加德勒，来天猫超市单品最低3块起啊，3块起，这希望大家加油。感觉陈干今天现场的这个亲友团蛮多的。我也可以、哎、你看下面全是他亲友团，得10个人有了。是，这陈干他应该南京就是要看他们两个第一次进攻是谁进攻的。对、啊，因为我们就是金球环节的开球方是常规时间的防守方，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陈干正好也是南京新兴突围赛突围成功的球员嘛，所以呢相信他在南京的这个给了违体犯规，
给了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那孙龙轩罚进一个就赢了啊。哦，这估计没什么悬念，两罚你只要中一就可以拿下比赛。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危险动作啊。对，悬赏在地价，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大家多多支持。孙龙轩7-6战胜陈干，晋级胜者组的决赛。啊、当然，陈干还有机会啊，只是跌落到了败者组。嗯。怎么扫啊？刚刚那个二维码已经过了，一会儿呢再给大家扫一下。联系谁？微博搜索路人王篮球，把姓名电话地址发给他。那大家现在再刷一波热词啊！上天猫买加德乐，上天猫买加德乐，将将再给大家进行一波抽奖。是的，大家刷起来热词，热词刷起来。接下来是轩逸坤、徐晨姿啊，上来先来一个三分尝试啊，远投出手，看一下徐晨姿，徐晨姿，我这是第一次看他投三分，是啊，之前都以突破为主啊，没太看过他投三分啊。第一个进球给大家抽啊。看一下薛玉坤左侧的突破，漂亮，没什么问题。那么这颗进球给大家抽奖抽起 来，大家刷屏，上天猫买加德勒啊，刷屏刷起来，给到大家点时间嘛，给都没有说要刷，对不对？不是，我是喜欢就是特别积极，就是一直在刷的那些人。只要我们有延迟啊，好球、哦，是陈子，这应该是2-3吧？2-3，确实啊。啊、哦，准备好了，大家都，我好像可以来抽奖了。来听，犯规，徐晨姿的第二次犯规啊。恭喜这一位叫做阿哲1985，阿哲1985获得了我们的礼物。微博搜索“路人篮球”，把姓名、电话、地址发给他就可以领奖了。徐宇坤绕了。绕了好几圈，绕场一周，对，绕场一周，单手投球上篮啊，4-3，这样的话，你看啊，这孙宇坤这时候他的这个犯规就可以有可能会派上用场了啊。主要是这球防下来啊，防不下来也犯下来。这球就要来放线，空篮进入四强机会就在你眼前，自己好懊悔，跳起来了。我感觉他是不是有点想扣，但是最后一看高度不够，想放篮，结果放的力度又大了一点啊。哎呀，真的是这球，造犯规，这样直接罚篮了，罚进一个就可以啊。是，还是前面累积的这个犯规次数是有一点点危险的。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刷热词，上天猫买加德勒，我们会随机抽奖啊。奖5-3啊，徐晨姿是第5名。太懊悔了，真的太懊悔了。真的是，这胜利就在眼前啊！啊，如此接近，到嘴边的鸭子飞了。那看来不是烤鸭啊，没那么稳当。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组的对阵。同时呢，大家也不要忘记啊，刷屏我们的热词，上天猫买加德乐，今天我们巨划算啊，新人的话最低价3块钱就可以拿到，原本今天定价的时候还是3.3，然后看球迷朋友们太热情，我们直接降价，最低价3块钱，是的，比市面上买的价格低很多啊，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看一下这边陈干对龚志祥，龚志祥率先漂亮上来一个三分球啊！龚志祥其实平时也不太投三分，特别是在他打这种杭州的新兴突围赛的时候啊。但其实我当时比完赛，这个跟他说，他就是有点不太敢投，他其实有三分的啊。造成犯规啊！大家如果需要二维码的时候，或者你想要购买的时候，可以在屏幕当中喊一声啊，我们稍后给大家上一下二维码。陈干转身过来，漂亮，漂亮，3-2。
龚志湘。嗯，这时候他就可以拿出自己，哎，结果来三分啊！我刚想说他拿出自己这个突破绝招出来。是的。啊、你看，都知道陈干射程比较远，防得非常靠外啊。嗯，可惜啊，这是一个失误啊。有一点点难受啊。嗯，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扫不出来，你要不试一下截屏，截屏之后去扫描，看一下能不能扫出来。龚志湘转身，这个转身，最后这一下给了犯规啊，双方各一犯啊，你还有点累了，你看双手叉腰有点累了，主要一直防，对，是挺累的，真的累，真的累啊。上轮跟这个宋龙轩打了8分钟啊，宋龙轩防守给的强度也大。上篮打进啊！恭喜龚志湘啊，战胜陈干。你看我之前就说这个上半区有点太强了吧？对，这个四强里边有3个人都是在上半区，而且你说蒋涛实力差吗？蒋涛其实也挺强的。对，下半区只有一个宋龙轩打出来了。嗯啊，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恭喜龚志湘啊，暂时进入到下一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双败的晋级图。哎，如果所料，马克对苏留轩是的组半决赛就碰面啊。龚志湘对轩宇坤是败者组的第5场。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马克对苏留轩，两个谁先进入到城市赛的决赛，然后先看到的是龚志湘和轩宇坤两个人谁能够晋级到下一轮，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其实今天来对于这个宋留轩来说，其实就是积分能不能多点，或者说就是能不能拿冠军，多一个冠军这种啊。对于马克、轩宇坤和这个龚志湘来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很关键。如果拿一个冠军的话，可能会直接来季度锦标赛。对，锦标赛，而且这一场大家的分差其实拉的也还挺大的，哎，我们到时候看淘汰赛的净胜分，看一下怎么算，说不定有机会啊。这边的话，来看一下刚刚的一个精彩回放，同时感谢加德勒对本场比赛的大力支持。加德勒快速补充流汗所失，让你的每滴汗都不白流。的确，今天其实现场这个氛围也还不错，大家的情绪都一直在跟着球员走。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到球员一点点休息的时间，大家刷屏每滴汗不白流，每滴汗不白流，我们给大家进行一波抽奖。是的，打球利器加德勒来天猫超市。现在不是3.3元，3元最低入，对，现在3.3元不用啊，我们直接给大家降价，3元就可以入手啊。刷屏美的汗不白流，我们继续给大家抽波奖。这场将由龚志湘来对阵轩宇坤，龚志湘啊，准备好了吗？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家，我已经准备好了。问大家准备好了吗？鹅黄反正很快就能准备好。是，停。好，我这边已经截图，看一下这个进球，进球开奖。嗯，好球，轩宇坤打得非常强硬，对，太快了，恭喜这个卡拉纳之雨，卡拉纳之雨，恭喜你。获奖用户微博搜索路人王篮球，把姓名电话地址发给他就可以领奖了。这是败者组的半决赛啊。两个人就是谁赢了谁至少前三啊，是5分钟时间打5分啊。哎，这启动走步又来一个，现在每次看到启动走步就觉得非常的可惜。是的啊。轩宇坤，哎，这挺像的啊，方向是正了。是的，夏天啊，真的是啊，夏天的时候打篮球最喜欢选择加德勒啊。对，主要是还有 B
冰的那种，就刚从冰柜里面拿出来那种，特别爽。哎，现在3-2，这让龚志强先投进一个三分，薛宇坤肯定要三分还过来，漂亮，5-3，绝杀啊！这样龚志强是获得了第4名啊，也是个人在城市赛的最好成绩啊。这也是完完全全靠自己，对自己三分手感的自信啊。那么我们马克对宋刘轩大家最为期待的这场比赛马上登场。江江最喜欢的是橙子味的加德勒。嗯，两个人都是鹿人王的14冠王，可能一晚上大家都在期待这场比赛啊。谁能超越对手成为15冠王，对不对？是啊。嗯，马克一上来被裁判吹了一个进攻犯规啊。马克很明显他防宋龙轩比其他人防其他人有稍微靠外一点啊。宋龙轩想投三分啊，直接来三分，宋龙轩哎差一点啊，就是转换进攻啊。是，两个人其实现在都有三分这一手啊。是，马克拿球就扔三分，这你看他就是完全怎么这么快，现在他投三分是什么，我不管你是离我2米还是就在我面前，我已经想好了我接球就投、啊、是。哎，这边晃一步转身还在、啊、直接来三分宋刘轩啊。但其实这个球不是宋刘轩节奏，他是直接退回三分线直接来，他特别喜欢就是三威胁之后直接出手三分啊。这个弧度是挺高的、啊、是。嗯，转过来 哦这球宋刘轩爆下来了、啊、这是防守的预判特别棒啊。对，看一下啊，马克身高187，嗯，然后宋刘轩，嗯，宋刘轩这球中投试一试也是没有，就是每一个跟马克对抗完的球员就是中投这一下感觉都是稍微有点踉跄啊、嗯、宋刘轩183，马克187啊。对，马克跳的还是不如之前，主要还是给了犯规啊。马克似乎又找回了之前是单刀直入的感觉。对，因为你这是足球的用语，像像单刀直入。哎呀，直接左手运球往里怼、啊。对对对，确实，这个马克因为受伤病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啊。好球、哦、啊！但是他的这个身体宽呀，就是他之前最好的一点就是护球好啊，你断不下来，然后他肩膀宽，一个转身。基本上你就在身后了。对，宋刘轩肯定还是要投，如果你给他机会啊。马克其实、嗯、好球来了，3-2、嗯、马克是不是有一点点忌惮宋刘轩的这个突破啊？感觉防守偏内，肯定是内，他因为他还没有说完全恢复到100%。马克三分还一个，又是每次都能还上三分吗？然后他难道又让宋刘轩只得三分吗？他能让宋刘轩只得三分的话，我们给大家送礼物，是的，必须送。我说实话，马克不受伤的情况下，他让宋刘轩只得三分一点不意外啊。但是现在马克是受伤情况下，是他这个撤凳子也非常聪明啊。真的有可能让宋刘轩只得三分吗？马克只差一颗球了。马克的这个8强之后，所有的比分全是7-3。啊，看一下马克这边冲起来打、嗯、球还在，球还在，选择中投，马克漂亮，7-3，马克率先晋级决赛，恭喜马克啊，拿到了首先晋级决赛这个名额。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马克头上进两个球，超过三分，对，没有。马克突破啊，然后三分中投各一个球、啊。我们也是信守我们的承诺啊，大家刷屏美滴汗不白流，上天猫买加德勒都可以啊，两句话都可以刷屏，我们给大家送礼物。同时，宋刘轩和薛宇坤要进行对决，决出最后一席进到决赛的名额。同时，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未来是你的环节啊！我们先这一波抽奖，关于马克让对手只得三分这波抽奖先抽完啊！倒数3秒，鹅黄，三，停。好，这边的话，恭喜这位叫做
梦想是拿来毁灭的这位朋友，恭喜你。同时现在我们进入到未来是你的环节，刚刚被淘汰的五位选手，我们今天要决出一个票王。当然了，如果你支持这位选手，希望你可以把他的序号打在我们的屏幕当中。如果你支持蒋涛的话，把五打在屏幕当中，支持李方圆把四打在屏幕当中，支持徐晨姿把三打在屏幕当中，支持陈干把二打在屏幕当中，支持龚志祥把一打在屏幕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五位球员的一个精彩集锦啊。首先这是蒋涛，支持他的话请把五打在屏幕当中。好，来看一下支持李方圆的请扣四，这个就是李方圆的进球啊，大家可以欣赏一下。是，就是稍微出手有点慢，但是小组赛命中率特别好，命中率还行。好，那么接下来看到第三，如果你支持徐晨姿的话，把三打在屏幕当中。啊，这个球风还是不错的，就是有点那个感觉啊。嗯，那么如果你支持陈干的话，把二打在屏幕当中，这是陈干的进球。嗯，陈干小组赛啊。如果你支持龚志祥的话，请把一打在屏幕当中，这是龚志祥的进球。这是龚志祥啊，今年突围赛的杭州站的冠军啊。嗯，那大家继续刷屏刷起来啊！我们现在后台正在紧急的统计，我们会为现场的球员送上一份礼物，同时呢也会给线上支持他们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份礼物啊。嗯，看一下，一会儿支持率会打出来的啊。对，我们这边也是看到现场平头哥路人王的吉祥物已经在场了，大家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还挺憨憨的？挺有意思的。是，同时打球利器加德勒来天猫超市3元最低价入手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加德勒，快速补充流汗所需，让你的每滴汗都不白流。感谢加德勒对本场比赛的一个大力支持。感谢我们赞助商。这个毛巾我也有一条，怎么为什么我没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已经出现了啊！大家现在赶紧打开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今天上天猫超市，我们今天打球利器加德勒原本是3.3元，今天直接降价3元最低价入手，最低价入手啊！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截屏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然后购买我们的加德勒，让你的每滴汗都不白流，快速补充流汗所需，夏日运动最佳饮品啊，加德勒。嗯，说出卖我学生。其实江江平时打完球之后就喜欢喝上一瓶加德勒，特别是感觉自己打到快没劲儿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每次打完球，然后罚点。输的那个人请其他人喝加德勒，对，一请就是请一堆啊。我觉得我这个我应该就囤在家里，以防下一次我投篮投输了。那你现在带到现场就行了，否则你还得回家拿，挺累的。回家拿一趟，拿个小冰箱到现场，邀请你们到我家一起去喝加德勒。哎，我们看一下败者组决赛啊，宋刘轩对薛颖坤，首先是宋刘轩先开球。先来一个三分，宋刘轩漂亮，好球，率先打进。我们比赛是5分钟时间打5分，3次犯规进行罚篮，败者组决赛。突破，先造犯规啊！上来这个三分球，宋刘轩还是比较稳定自己军心的啊。的是的啊。看一下薛颖坤，薛颖坤突左边这球，看一下还在。宋刘轩也没有防上来啊，选择三分，这球是被干扰了，这完全是被盖到了，被干扰了这球啊，没办法。确实就是今天这比赛啊，还是就是马克和宋刘轩两个人很明显是比其他人要有高出一个这个水平的啊，24个人里边，宋刘轩中投，好球，轻松5-0，45秒钟的时间直接5-0打赢了这个败者组的决赛。薛颖坤第三啊，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成绩吧啊。是的，就是赛前江江今天没有反驳我说
肯定决赛马克宋仲勋嘛。主要是小组赛没打完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就是。那你觉得就是韩曙光、陈承建能赢这俩人吗？我原本觉得韩曙光能打打的，说实在话啊。是，但是今天，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小失望。就是因为你预测韩曙光能进决赛，我没那么难，好不好？所以说韩曙光没打好，这怪没关系、啊。我觉得应该韩曙光没有喝加德乐，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啊。加德乐，快速补充流汗所需，让你的每滴汗不白流。打开手机，然后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现在立刻上二维码啊！然后我们。打球利器加德乐来天猫超市只要3块钱，只要3块钱、啊、大家就可以买回家了。然后刚刚有人问我说怎么买，为什么我扫进去不是，大家记得要领券啊，领券去购买这个加德乐，希望大家可以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拿到今天最优惠的一个价格，是也是仅仅是在今天路人王南京站的直播间是有的一个价格啊，大家可以积极的刷屏这个美滴汗不白流，我们也会不定时的为大家进行一个抽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行到一个福利题的环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福利题环节。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福利题啊。嗯、今天福利题环节是，请问加德乐产品的特点是什么？对 ，A 的话是科学配比，迅速吸收。然后呢 ，B 的话是科学补水，适度吸收、嗯。然后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是什么？你直接把 A 或者 B 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然后我们就给大家进行抽奖，是，大家记得要领券啊，一定要领券才可以买到。来看一下，准备好了吗？这个、到底是 A 还是 B？ 大家可以把这个正确的答案，或者说你心目中答案，打在这个弹幕上。是，来，大家刷屏刷起来，给大家讲刷屏的时间。嗯，其实正确的答案已经打出，对，大家已经打出正确答案了。打 C 的这位，你就是不想要奖品了呗？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是加德乐为大家奉上的加德乐定制的水壶，和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平头哥送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的这个毛巾啊，毛巾啊，定制的水壶和毛巾，加德乐毛巾还是很有特点的、啊。主要是上面的这个 logo 还挺好看，而且将买过，不是买过一个，就是将将拥有过，然后拿来。就是平时运动的时候搭在肩上啊，擦擦汗什么的，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吸汗啊，所以呢大家这个抽奖抽起来，希望可以给大家放送上加德乐为大家专门准备的这个福利。嗯，准备好了吗？来倒数三个数啊，三二一停、嗯、啊，哪一个新观众？看一下，恭喜这位叫做姿势很摇摆、嗯、对，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这个礼物。加德乐产品的特点是科学配比，迅速吸收。哎，恭喜你。对、啊、所以非常科学。知道了一个知识点、嗯、是的，也知道了一个知识点。下次考试必考题必考题，想要拿到礼物啊、嗯、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拿一个小小笔圈起来，画重点圈一下。嗯，这我们刚刚抽的这个就是水壶啊，对，然后而且还有那毛巾是吧？对、啊、我们现在呢现场也是已经准备好了，依旧是大家期待的这个马克对阵宋刘轩的一个对战、嗯、让我们一起来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的决赛吧。嗯，哎，决赛加德乐补充流汗所需，水分电解质能量，让你的每滴汗都不白流。好的，我们决赛来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决赛的一个比赛规则。我们是11分钟的时间打11分，四次犯规进行罚篮，决赛的总奖金是10000元，亚军每得一分分走400块。是的，打球利器加德乐来天猫超市3元最低价入手，感谢加德乐对本场比赛的大力支持。是的啊，这是最后的决赛，南京站决赛啊！刚刚那一场是马克赢了啊，是的，这一场宋刘轩能不能复仇成功、啊？宋刘轩一上来不出意外，还是想要投，他是想投的啊、嗯嗯。马克防到也比较靠外啊，直接来三分，这球稍微偏了一点啊。这球其实马克给的压力很大，是他就是进进退退啊，让你感觉你有投三分机会，这球。嗯，马克到篮下直接被切掉啊！对，这边看我从前还是那个少年、嗯、啊，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说打球喝加德乐好，补充电解质，是，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配比啊，能够让你迅速的补充水分。对，
到篮下送刘轩，我感觉送刘轩他这他几乎都是两个膝盖都是完全向后蹬，就是堵住马克的进攻路线，最后还是把被马克放进2-0啊。我觉得都有点当时练练深蹲的那种状态。我之前就说这个任何就是锋线球员，哎，这球掏没掏掉啊，2-0。好球。像这个李锐啊，章子怡、张志阳之前打这个马克，如果三分不开赢不了。是。他们打马克必须要三分开，其实宋龙轩也是一样。看一下马克这边，到篮下还是有身体、啊。马克漂亮，4-2，哎哎，说这些的动作、哎、来了。但是马克好像还缺了左边这个胳膊。对，就今天是一个胳膊，说明下一个进球两个胳膊就都起来了。4-2啊，两个人看决赛谁能先进一个三分，打破这种僵局啊。宋龙轩还是反复的试探步，想投想投，马克还没失位，想投。哎，这边到篮下先犯规啊！这球是提前的一个犯规啊，两分无效。两个人各一次犯规啊。嗯，我们是四次犯规进行罚篮。宋龙轩很聪明啊。就是他晃动特别多啊。其实我看球我都要被他骗了，是、啊、就我都以为他要出手了那一下。漂亮，没问题。5-4啊，那接下来马克会干嘛？江江还是往里打，我觉得 啊，他还上一个三分，对吗？就他一定会还上三分。今天、哎、看一下能不能决赛延续这个这场比赛立下的 flag。看一下啊，马克还是往里打，到篮下左手还是造犯规啊，两次犯规。就马克这个护球真的是所有怼派球员应该去学一下的，他的护球真的非常出色啊。就不仅是这个技术出色，还有一定是身体因素。是，的确这个他的肩膀非常的宽厚啊。还在，这球还是犯规，还是犯规啊。这宋龙轩只能犯规，没办法，就是他要是想但我感觉犯规次数到了后面也挺难打的，因为他掏不掉马克的球、那所以说他就只能就是尝试去这个更大的这种身体对抗啊，防守强度。哎，差一点，可惜啊。感觉这是他的一个点，但没那么命中啊。不过宋龙轩确实防的也可以了，他已经拼尽全力在防了。对、马克4-4，哎，这一球直接一步，漂亮啊，7-4。马克也是觉得这球我应该跟不上了，我节省点体力放到进攻端。哎，宋龙轩根本不会给马克投三分的机会啊。马克还是往里打啊，一球一球往里走、哎。很明显的犯规啊，宋龙轩拉衣服了啊，就是送马克罚球。其实我觉得，这种策略也是一个好策略。看马克罚球稳不稳了，啊、就看罚球了。现在、如果不稳的话、其实多用几次，先罚进还是可以的。5-7啊、你看到的可能不是屁屁，可能只是腰。看这边好球，6-7啊、还是比较焦灼的比分。看一下。宋龙轩其实还可以投这球，不投还是一定要突。这球可惜，马克的个人第二次犯规啊。宋龙轩顺步这一下真的快啊。这边的话还是给到宋龙轩的球权啊。马克其实对于宋龙轩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两个人都是拿过路人王的冠军排位赛的冠军。哎，看一下。哎呦，马克这球，你看马克是膝盖受影响啊，他这一下差一点就别了一下，使不上劲了。他就是直接说我放开你。其实宋龙轩这时候如果接个上下步，其实可能会更稳一些啊。看一下马克啊，6-7落后啊。转身过来，反复转身，还是先。拉人犯规啊！再造罚球线啊！再上罚球线，罚进的话有可能反超比分。宋龙轩个人的第五次犯规啊！的确，受过伤的人都会很害怕自己的某个动作。对的，他有两次都不敢跟上去啊！马克，可惜、哎、啊！
决赛的罚球是三中二啊，差一点啊，手感还是要稳住，还在，但是宋刘轩可以投三分啊，这球应该是两分算啊，有效。这边的话，宋刘轩已经是拿到了九分，这场比赛的赛点。对，马克确实没有恢复到这个巅峰的状态啊。还是往里头冲击，继续犯规。来，这球看一下有没有效啊？裁判示意无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罚球一定要稳住，对于马克来说，这是拿到冠军的一个关键。是。还是罚篮，马克第一罚没进啊，马克。那这个如果说他罚球全部拿到的话，就10-9了。现在是、啊、现在都已经是领先了，没办法啊。因为这个这马克很明显他就防守是跟不上的，这球漂亮，直接打进，恭喜宋刘轩12-6战胜马克，拿到南京站冠军、啊、恭喜，这也是宋刘轩的第15个路人王的冠军，的成为了路人王的15冠王、同时这个刚刚伤愈复出的马克拿到亚军，其实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个不能接受的成绩啊，很明显从比赛中可以看到他受膝盖伤病影响非常大啊，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去跟上去啊，这点还是比较难的。你看这就刚才这球，就马克这膝盖这一下我都感觉很容易继续二次受伤啊。看一下啊，刚刚的一个精彩的回放，那么我们也是恭喜宋教练，大家可以把恭喜宋教练放在我们的公屏上啊。那么宋教练他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的奖金是7.3万排第三，赛季积分呢也是第三78分、是的，其实是他排第三之前一直是李瑞宋刘轩嘛、是唐日辉拿到了就是上一站比赛的冠军之后，他把这个宋刘轩的名次往后挪了一步，在宋刘轩前面、那么这一站的宋教练拿到了冠军，我估计又会超过唐日辉、哎、反正他们俩兄弟就是你追我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其实不出意外就是季度积分榜的2-3名了、对，你就看这个谁，因为宋刘轩还要再打一站啊，对，有可能再次超过这个唐日辉、像宋刘轩的话，深圳、上海、晋江、西安这四站都没有拿下冠军、这一站在大家质疑他是不是在找不回当初的状态的时候、他也是给出了非常强硬的回答，这一站我就是冠军。是，确实，特别是在这个之前输给马克一场之后，然后这场比赛这个在决赛也是，特别是三分球开了啊，战胜了马克，这也算复仇成功。其实马克也是比较可惜，因为他这个本赛季只打了这一场比赛，就是5月29号开始的新赛季以来，他只打了一场比赛、然后他的季度积分只是8分，所以说他没法进入到季度锦标赛。如果他夺冠，会有很大的希望去进到这个季度锦标赛啊。没事，也是慢慢恢复的一个过程嘛、因为我们季度锦标赛后面其实还有，我们也是在耐心的等待着马克的慢慢回归。是，对。那么今天也是我们加德乐为大家赞助的这一场比赛，加德乐快速补充流汗所需。让你的每滴汗都不白流，希望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啊，然后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二维码，扫描一下我们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就可以在我们的天猫超市以单瓶最低3元起的价格买到我们的打球利器加德乐了。然后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抓紧这一个机会。那么在此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的一些赛程情况。看一下近期的一个赛程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近期的一个赛程情况。北京站将会在8月24号举行，上海站是8月25号，这两站大家都知道是路人王的大战啊。然后敬请期待的两场比赛是8月30号和9月5号，会有两场非常精彩又神秘的比赛要放送给大家，究竟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赛后的论坛多多的关注。那么8月18号到8月22号的这个冠军，一看四个人有3个都来自长沙 Flygo 兄弟啊，沈阳站的刘梦良，东莞站的唐日辉，武汉站的唐日辉，南京站的宋刘轩。而且这我觉得说明一个什么，就是你像马克，其实在2018-2019年频繁的打路人王的比赛啊，他当时状态特别好啊、状态是特别好的，然后当时频繁的拿冠军。但今年为什么今天他输给宋刘轩，一个是受伤病影响，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他已经
就是阔别陆人王赛场太久的时间，他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别人可能说一个月打五次六次，而你可能说一年多只打了这一次。我相信这下一次马克的这个登场肯定会比这一次状态会更好一些。而且其实对于马克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赛制嘛，也是希望后面再来看到马克的表现，下一次就冲击到冠军了。有人说马克基本不缺席国家，他是从来没缺席，对，从未缺席。他只要打冠军排位赛就必进国际邀请赛，从来没有一次缺席。在七月受伤之前、是的，对。那么宋刘轩呢，他现在已经是17战然后9次的冠军了、这个17战9冠其实听起来这个百分比也是超过了一半了，超过50%。而且他今年目标是拿10个冠军，我觉得是非常轻松的，他下个季度只要再拿一次就能达到自己目标。我觉得他今年应该是10到15个应该是可以的啊，完全没有问题。那你感觉这个宋教练的这个状态，他和刚开始就是新赛季的时候上海站那个时候相比是一样的吗？可能这个还是有些细微的感觉不一样。当时这个其实季前赛刚开始的时候，宋刘轩是给人一种非常惊艳，当时他有那种拼劲儿，我是一个怎么说挑战者的心态。我觉得现在宋刘轩更多的是以一种守擂者心态在去打这个比赛，包括这个最近几个月对他的质疑声特别多，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压力也比较大。就是之前其实他的心态可能是我输了也没关系，但是我要拼，我要赢你。现在是，啊，我应该要赢，我应该这场不能输。对啊，就是心态，我觉得他自己压力其实现在是蛮大的，要需要调整一下。包括其实今天也有看在赛后论坛帖，唐日辉也有发一个帖子，就说宋刘轩最近的一个心态，其实大家都是想给球迷朋友们带来最精彩的表现，然后也是很想打破球迷朋友们对于他们的一些质疑的声音。是的啊、我觉得呀，这个状态来说，包括这个竞技水平来说，可能宋刘轩你要真跟这个5月份和6月初相比，可能确实稍微差了一点点，但是手感好的话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啊，是还是能拿冠军。也是希望他可以早日突破我们新赛季的这个10冠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北京站是我们路人王的大战，我们北京站会有哪些球员来到路人王的赛场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哇，一看又是阔别许久的，对吧？李汉桥老中医啊，身高183，体重78公斤，路人王的6冠王，老中医终于来了，还是在他的北京站。是今天看马克复出，然后后天去看这个老中医李汉桥复出，是这两位之前路人王大魔王球员相继复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马克和李汉桥，可能是路人王，下一个季度会搞事情的人。那个男人又回来了。当然李汉桥如果说这站能拿冠军的话，就像今天马克也有希望去冲击冠军，15个积分还是有希望进入这种季度的锦标赛。是，这些都是比较偏向于大赛的球员。然后一位是王晶啊，身高96，体重95公斤，48个积分，2万的奖金，路人王19冠王，广东霸主，这也是王晶少数的来到外省来参加北京站的比赛。是的啊，王晶第一次打路人王北京站啊。对，然后接下来看一下下面两位，下面两位常乐成啊，他作为这个签约球员，最新的一位签约球员，对，最新的一位签约球员，他是原定北京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路人王城市赛当中的比赛，结果在西安打了2天结果在西安就是来了一个补位啊，给到大家一个小小的惊喜啊。当然这个是他完完全全准备好的一场比赛，所以还是希望球迷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常乐成的表现。身高193，体重93公斤。接下来张子浩啊，186，86公斤，也是4冠王大舅哥。对，他是这四位是我们下一场的这个焦点球员，大家都十分的熟悉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宋刘轩今天的采访已经准备好了，来听听看他今天有什么想对球迷朋友们说的吧。我们来听一下。经理，今天又一次拿下了南京站的冠军，这已经不是你第一个南京站的冠军了，你上次的冠军旗帜就挂在场馆蓝光的底下，那你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个南京站的冠军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其实我这一冠就等了很久，其实我这一冠啊，就是我等待今天这一冠已经等了很久，因为我这个月啊，就是我等待今天这一冠已经等了很久，因为我这个月还没拿过冠军，然后这也是我来南京第二次夺冠，
然后我觉得其实今天的目标并不是要夺冠，我觉得是往上面能打到最好的成绩，没想到今天夺冠比较幸运吧。宋教练，那其实今天呢，你在胜者组决赛和最后的总决赛两次都是面对马克去赢下去这个打的两场的决赛啊。那其实我们知道马克他的球风是非常能怼的，对吧？所以也能看得出来你的消耗也是非常大。那你怎么评价他，又怎么评价这两次面对马克的这么两场对决？嗯，他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就是像我们这种对他来说就比较瘦的球员来说，打他是特别艰难的。所以我最后因为打胜者组决赛的时候，那时候被他一个三分还有一个往篮底下的一个强硬的一个勾手打进，然后决赛的时候我就尽量不放他三分，不给他投三分，然后他往里面突，我尽量给他造成压力，不要让他轻松得分。对，后面我抓住了机会吧，我比较幸运吧。后面好，最后想问一下宋教练，有什么话想对一直支持你的我们南京的球迷朋友，包括屏幕前所有支持你的球迷朋友，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其实非常感谢南京的朋友们对我支持，还有向上的球迷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因为这一关等了太久了，让你们等得太久了。然后我的十冠还有一冠，可能我大后天去上海争取把这一关拿下来，然后再冲击九月份的锦标赛冠军。好，那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宋教练。好，宋教练说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等待这一冠，真的等待太久了。是的，我觉得这个宋龙轩确实，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压力太大了。就是网络上，就是你像之前大家都是支持宋龙轩的，或者说你球风真好，真的喜欢看。突然风云突变，就是大部分的人开始就是质疑他，或者说黑他，或者说骂他。所以说他这个内心，我觉得调整的这个时间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就我觉得就是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成长一个历练吧。啊，他这个把自己的一些不足改掉之后，然后我希望他能更进一步。我觉得是。他的目标肯定不只是城市赛的冠军，我觉得他拿十冠是早晚的问题，他肯定是更大的，比如说季度锦标赛和总决赛冠军，那是他冲击的一个目标、啊、是的。同时也一定要坚信一点，一个人虽然会受到很多质疑、但是一定会有喜爱你的球迷朋友、或者说一直站在你这边支持你，看到你的改变，看到你的努力，并且等待着你那第十个冠军的球迷朋友。像无论是这个宋龙轩还是马克，都期待他下一次鹿人王的这个之旅能状态更好一些、啊、是的。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南京站的比赛，我们北京站的比赛也是蓄势待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7:30晚上还是鹿人王的直播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大家后天再见，拜拜。拜拜。